Багровый свет, каждый чем-то прогрет. Музыка разбивает нас под фильтром сигарет. В каждом есть своя фишка, каждый танцует просто. Просто не делай тише, кричали отголоски. Вечер моя новелла.加快！他挺稳的，掏着掏着。看，你必须左右左右拐的太厉害。哎呀！在201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，他成功的抓起了145公斤。我们看看他今天的表现。漂亮，成功。我们预祝李发兵能够成功举起这个重量，这个重量非常重要。如果是说在奥运会上举起这个重量的话，凭借他抓举的实力，可以这么说，对夺取金牌充满了非常大的希望。哎呦，松的有点急了一点点。好，停稳，漂亮，成功。李大兵刚刚挺起180公斤。哎呀，玩命了，操！命没了，操！哎，低调点行不行？你看朝鲜那些，你让他什么比，拉过来就比。一、
果然，请清。哎呦，真的！手体有点。在场馆的一角，我们就发现了前几天刚刚获得男子61公斤级三枚金牌的李发斌和67公斤级总成绩亚军的冯吕栋。尽管本次亚锦赛李发斌获得了61公斤级抓举、挺举和总成绩三枚金牌，但是距离印尼名将伊拉万保持的总成绩世界纪录还差了5公斤。熟悉李发斌的人都知道，在他心中一直有个想法，就是打破男子61公斤级总成绩世界纪录。为了这个梦想，李发斌一刻也不敢放松。着急的一种情绪去举这个重量，因为我一直要想着突破，想着突破，晋升一个级别，然后水平也要有。和李发斌想要打破世界纪录不同，冯吕栋的首要任务是尽快适应67公斤这个级别。去年7月，国际举联更改级别后，冯吕栋经历了从69到73再到67公斤级的三番变化。对于常人来说，短时间内体重上下浮动这么大已经不容易，更别说还要保持高强度的训练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！It is a good